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有主的疼充满，传扬主的恩，爱的管道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节，各愿主叫恁彼此相疼的心，并爱众人的心，拢会通增长充满，亲像阮爱恁一样。世界出名的尼加拉瀑布，每一分钟有50万吨的水冲落来。在1948年3月29日，瀑布突然间蒸气，听惯水声附近的居民，对安尼的安静，家己真惊吓。大家以为这可能是世界较美丽的信号。30小时以后，水流又恢复了，这究竟是什么代志呢？原来是尼加拉瀑布沿接着伊利湖的边，被大风吹动，成吨的冰踢到了尼加拉瀑布的入口，因此阻挡了水流，一直到甲山脚再度被飘开以后，水流搁再恢复了。兄弟姊妹，神的儿女拢是主生命流水流通的管道，要借着咱将上帝的听甲恩典带予世人，千万唔通因对人的冷淡所阻挡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你是生命的活水，到你遐必永远袂嘴大，你爱的泉源也要伫阮的内边永流无停。阮是何等的有福，主啊，帮助阮有单纯的信心，甲坚定的疼心，会通彼此相疼，也有爱众人的心。求你使用阮，做你疏通的水管，将你的爱传送出去，予接受你的人得福，并且有丰盛的活命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